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。阿哥，海哥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肯定要过来，我再不过来，你肯定想死我了吧？没有，开玩笑的。好久没过来了。对，我答应过你要回来呀。你见到我为什么不激动一下呢？激动呀，但是，很久没见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你。我以为你会很想我的，我以为我今天过来你会很激动的，没想到你这么平，这么冷静。没有。你现在干嘛？我挑水用菜。哦，这是什么菜？油菜。油菜。那个是谁啊？啊，那个嘛，那个是我妈妈带的，回来了。你妈妈？她看到不会那个吧？这是什么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她看到也没事的。我尴尬。然后我来吧，这个东西。我这个什么扁担吗？对，我来吧。你拿不好吧？我拿得好，一只手怎么连？你看这么轻。不，啊，不算了吧，我拿吧，我拿吧。我这拿着摄像头不好，不好。对了，你这几天都回去干嘛了呀？我没干嘛呀，我就办点事情，就是那边。怎么？你把车放下呀？很重吗？你是不是回去找女朋友了？找女朋友了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找女朋友吗？你别瞎说。你真的吗？我有女朋友，我有女朋友怎么会来找你呢？对吧？也对。对，我有女朋友肯定会吃醋的。哎，鸡叫了。哦，都忘了还要喂鸡。还喂鸡啊？你们家有鸡的吗？没有，那个是我帮老板喂的。帮老板喂的？慢点，慢点，不要。把这个放这儿吧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哇，好多鸡呀！队长，好多鸡呀！阿嘎，鸡喂完了吗？喂好了呀。这个，就是那个，这是你家的吗？不是，老板的。老板的。就是，我帮他喂鸡，然后一个月给我几百块。才几百块？对呀，很简单呀。哦。就喂一下就可以了。喂一下鸡也行。对。这个可以啊。嗯。好多，那我们走。好。这有好多蚊子。小心一点，海哥。怎么了？我给你看看好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我上来了，我给你看。看。什么？哦，什么水？哦，怎么了？你要给我吗？对呀。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这个你自己留着吃呀。你拿过去吧，我昨天我去山上挖来的。哦，那你不是我这个我没法吃，因为我都自己都不做饭的，因为我一个人在家。很简单的，这个炒着就可以吃了，也可以煮熟了拌着吃的。我不会炒啊，你改天你做给我吃吧，你放家里面嘛，好吧？我觉得是我自己不会做呀，要带回去可能要臭的。我一般都在外面吃。那你下次来找我，我给你做。嗯，好的。也要不这样也可以，你这个多少钱已经卖给我吗？哦，不用的，这个。这个不用的，你拿回去嘛，那就。你说嘛，你这边一般这边你们多少钱一斤？不卖的。不卖。嗯。那我先，对啊，因为你看这边主要是这边有点偏嘛，在山上。对。这下车路又不安全，天黑了就怕那个，知道吧？我早点回去，我明天早点上来吧，早点上来，然后。明天要过来吗？啊？明天也要过来吗？我本来是今天想来是想接你下去玩的嘛，你又不说你不去，所以说明天嘛，你今天没时间，明天去吧，好吧？明天要答应我一定要去哦，我们说好的。明天来找我了再说。肯定啊，拉钩来。拉钩。啊，你不要骗我。好。嗯。确定。啊，那我走了。好。啊，明天这个明天我早点过来吧，好吧？中午的时候。OK。拜拜。拜拜。不要想我。那你慢一些。关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症走掉，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
只够一杯酒一夜，一下子变老，爱怎么能